DRB 已经成立了第七年，我很开心，一路走来我们的业绩每一年都不断的突破，没有你们也没有今天的 TLP。 今年我就希望呢，大家 TLP 的每一位伙伴每一位领导可以带领你们的组织凝聚力量，我们今年再创高峰好不好啊？我觉得2024年它是属于一个充满了机遇和变化的一年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新的一个九运的开始，我们更加要去接受多方面的资讯，要去探讨一些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更加有效。所以我希望说，由 TLP 的伙伴们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提升自己1%，每一日提升自己1%，一年下来你就是变了一个不一样的人。